实际上，火神山的总和是10万平，咱这块是建筑面积17.5万平，要远远大一趟。管理人员是5500人左右，所以说这么大一个17万的一个场地，5000人在作业，可想而知疫情防控的难度。像我们这个指挥部能有23人，每天都是这样式的，从早到晚。 白班工作10个小时，昨天晚上加班加到12点有。多需要咱就得上啊！所有的工作人员众志成城，团结一心，克服了各种困难，与疫情赛跑，赢得抗疫的时间。舍小家，为大家，做到了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的决心和信心。